好，咱们开了马匹数啊，相当整齐啊，不前数慢一点就五号的无敌王国啊。另外呢，猎鹰六个是留前斗后的，跟着有这匹则是在前面领放是冲锋枪啊，后面一点是这个林家山神，然后才是光环高峰。旁边有城市英雄，跟着赤宝飞马，有点这个抢口啊。旁边是无敌王国，殿后依然是猎鹰六月，距离前一马大概六七个马位而已啊。进入这个750公尺啊，我们看到冲锋枪应该在前领，旁边就是这一个马位的后的林家山神，跟着是光环高峰，后面一点我们外侧城市英雄。后面是猎鹰六月，这光环高峰，最后才是这个无敌王国啊，没这个什么竞争能力的。恭喜三号林家山神，最后一步越过这个冲锋枪。冲锋枪没办法了，在前面领，到最后呢，给林家山神给越过啊！哇，最后下票下得非常猛啊，林家山神就成为第一热门了。抢过这个赤宝飞马，赤宝飞马只能跑到第四，而冲锋枪尽力跑到第二名，而第三名看看啦、啊，有这个六号的城市英雄，不距离第一、第二名比较远的，而赤宝飞马只能这个第四名。好了，名次是三号、一号、六号跟七号。